刘可丽，爱爱内涵光，连中两天，可丽姐，谢谢。我相信我上辈子应该救了很多人，所以才有如此的幸运。谢谢，谢谢评审，谢谢你们，然后谢谢马吉迪加，然后谢谢 Netflix， 然后谢谢爱爱内涵光，谢谢导演黄杰瑜，谢谢你给我很大的空间，然后谢谢所有的演员，没有你们，说真的，我也没有这个秋妈，所以这个奖也是属于大家的。然后在这里，因为昨天我很紧张，我忘了谢谢我的公司，我的老板，谢谢苏瑞、黄、苏格，还有谢谢我的经纪人钟巧娟、陈秋萍。虽然我已经53岁了，可是你们却像后妈一样不断地督促着我。然后在这里，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，如果说人生有什么遗憾，我觉得就是陪伴家人的时间真的太少了。我出道40年，可是我应该有20几年是不在家人身边的，所以在这里我要谢谢我的家人，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，你们一定要健康，我也会继续加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